终于在云林，然后我希望可以在地主队，然后就是可以打破哥哥的记录，然后也可以为云林县拿下一面金牌。县哈来接下我们110年全中运的会旗，那当然今天来最重要是我们的团队哈来学习观摩那109年在屏东县所办理的各项活动，而且他们所有的筹备还有所有的执行过程当中呢都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哦。那希望明年度我们能够汲取他们的经验哈，然后能够传承他们非常棒的这些活动哈各方面的一个计划哈。那希望110年的全中运在云林县也能够展现非常好的这个实力跟创新创意哦，让所有全国的这个乡亲哈，还有所有的选手教练来到云林县都能够感受到我们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团队，能够把各项赛事准备得非常好。